老板，我要辞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辞职。你近点儿，大点声，听不见。耳朵聋了。我说世界那么大，我要去看看。刘北北，来来来来，正好，这看吧，这个挺大的，看吧。不是，你俩在这儿，我喊人了。有人。整栋楼都是我的，啊。你喊，谁人喊？喊呀！看有人救你吗？喊呀！不是你这是流氓行为，你。哎呦，这就流氓了啊！不是你干嘛？啊！这才叫流氓！老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让一下，我先出去。挺含蓄。爱我的人别紧张。